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一台蓝色小客车车头被撞得惨兮兮，车体碎片散落一地，可见当时撞击力道不小。但明明是车祸现场，大家的焦点却在女驾驶的身上。一头长发，穿着黑色露肚上衣，搭配一件短到不能再短的白色热裤，露出修长美腿，站在车子旁边打电话求救，立刻引起大家注意。交通事故在因为速度蛮在高速公路，它的速度是很快，那忽然间有围堵，那民众会好奇的心态，就是看看到底发生什么的话。这名火辣女驾驶辣到路过的民众都忍不住拍下她，传到网路上，说高速公路有车祸好严重，连衣服都破成这样。逗趣的发言立刻引起上万的网友按赞，并纷纷留言真的太辣了。驾驶人无照驾驶操作不当而撞内侧护栏。那个辣妹本身也是驾驶人吗？她有受伤吗？是那个驾驶人是一个人，他没有受伤。当时他驾车开往新竹，正要回家，没有酒驾，却因为操作不当而发生车祸。还好没有人受伤，只是穿着太阳眼，意外成为注目的焦点。记者林中正桃园报道。